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我们来一个右手的节奏，然后我们用举一反三的方法来学习。首先要压好哆咪嗦啦哆，压好，啊，压好了之后就哆嗦啦咪嗦哆瑞哆发哆啦嗦，嗦发，压好。然后呢，继续这样压好。这样再压好。我们也可以加上降咪或者降发。啊，这又是另外一种味道，举一反三来学习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